警方在三峡执行巡逻，请问的时候发现这辆自小客车拦查拒捕，警方随后尾随，没想到竟然遭到对方倒车冲撞警车，造成警车受损。民警是立刻连开五枪反击，终于将车上三名嫌犯拖下车后，又开始搜索。其实呢，他们是一对情侣主播。 住宅真的划算吗？像台北市的华埠新义，还有黄小姐想要自己的家月薪5万左右，但八成都拿去缴租给这些房仲。还有黄小姐想要自己的家月薪5万左右，但八成都拿去缴贷款，就是看中，虽然只有地上权70年，但房价是周边六折。2014年同样29平，周边开价80万，总价2000多万，但划过45万，等于市价6折，省下1000万元，但精算房价。 却没料到移民调整的公告地价，将地价税每3年会有调整。其实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真的会付不出来。因为如果买周边非地上权房屋，每年地价税约2000块，但划过地租每年约10万计算，70年。